全国重点学校运动会比赛成绩公布，代表新北市的选手表现真好，有94个金牌。市长朱立伦特别颁发奖励金。代表参加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一挂选手，伫即摆比赛中摕到94名金牌、85名银牌、甲64名铜牌的成绩。市长特别伫今仔日接见面，互因鼓励。那我们的同学在学校里面，在各项的比赛当中有成绩表现，都是大家的这个努力、意志力啊、决心、毅力的表现。那我想特别恭喜大家。那很多同学都有很杰出的表现，那今天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同学，恭喜大家。今年这挂选手唔呐成绩真好，佮刷新两项全国纪录，佮在一项大会决赛纪录，表现相当使人懊恼。现场嘛，请这挂选手佮大家分享因认识佮比赛的心得。陈宗运可以夺得好成绩，就是有家人跟教练的指导鼓励，然后都非常谢谢周围的人关心我。然后虽然过程中很辛苦。就是练习都常会被骂，被就是教练常就是责骂，但是在比赛结束过后，知道是打破自己最好的成绩，是非常高兴的，就是觉得再辛苦都值得。市府这摆阁特别准备27万的奖励金要鼓励因，由市长亲身颁奖给现场14位的选手，希望因未来会用继续拍拼落去，展现出阁较好的成绩。记者苏宏杰新北市采访报道。